还有那小江，你现在那个钓，我们钓鱼的话无功而返，只钓了一个寂寞，你感觉钓鱼难不难？还得琢磨，只能说现在这个技术不行。我看刚才他们那里钓鱼的话，有十几个鱼竿在那钓，都没钓到。我看一个小时一个都没钓到，他怎么那么难啊？这个河鱼不多吧？是他们都被弄光了还是什么？还是都跑了还是？好的，还一个小时钓不上呢，咱们不会的，自己钓半天钓不上。那你这次钓鱼有什么感想没有？感想的话，先看看吧。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，先学习学习再钓钓吧。在网上学习学习。在网上学习学习。小玉，现在钓鱼的话，你有什么感想没有？我没钓啊，我也没钓。那你光看的话，你学到什么经验没有？我也感觉好麻烦啊。嗯，而且现在又要下雨了。对，那我们就先回去吧，反正下雨了，晚上就可以走吧。不，那下雨了，我们等会儿干点啥呢？现在不知道，等一下看吧。等一下你们去干嘛，我就不去了，我感觉老跟着你们也不好意思。吃饭吧，我看那边有一家火锅店挺好的。火锅店，我最喜欢吃火锅。嗯，可以啊。那你不是没钱了吗？你不是交了房子就没钱吃个饭还是可以的呀，是吧？那你吃了那个，你以后的生活费怎么办？吃饭是吃饭的钱，那跟买花是不扯的。啊，可以啊。可以吗？走吧。啊、先。要不火锅的话，你喜欢吃什么的？火锅呀。都可以，是素的还是那种肉火锅？就肉和加肉和素吧，混合是吧？对，混合的。那你吃辣吗？我应该微辣。微辣可以。嗯，我也比较喜欢吃辣吧。那我们口味也相同啊。那肯定啊，那咱俩口味不相同，那谁俩相同啊？是吧？嗯，有道理。那就那边，我们过去吧。远吗？不远。走着就过去了，那可以啊。嗯，行，走吧。钓鱼嘛，我感觉还得有耐心。对，有耐心。毕竟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嗯，是吧？嗯，对。如果你不喜欢钓鱼的话，那我们去逛逛街、吃饭、跑跑啥的都可以。你喜欢旅游吗？喜欢呀。你去过就是哪些地方？我第一次来的地方吗？去旅游嘛，旅游的各色景点。我想去游乐园。游乐园？啊。我想想，横店这边应该有游乐园吧？有梦幻谷。那过两天我带你。好，真的啊？真的，肯定是真的。过两天刚好发工资了，带你去。我要玩旋转木马。你能发多少钱？发了一天一发吗？假如我和你抢小玉的话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会怕不怕？就是你如果抢走了，那只能说我无能，好吧？放心吧，我是不会跟你抢的。你抢了也没事，抢了只能说我无能。放心吧，我因为那个什么呢，我认小玉也那么长时间了，一直当我妹妹对待。放心吧，我不会和你抢的。抢叶的话，也有男的追她，还给她发红包。倒不影响的感情这方面嘛，就是嗯，反正你们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了，每天挺开心的。到那个月底的话，我们一起吃饭，我请客。可以啊。你想吃什么？我随便吃。那小玉，你想吃什么？下次小梦可能不去了，小梦快回去了。到时候可能就我们三个人，或者小叶不知道来不来。是家里发事了吗？嗯，他爸爸生病了，快去世了。得去看看。他也不想离开横店，也没办法。没办法。那他去了还会回来吗？他想回来，但是现实如果不让他回来的话，他也不会回来的。现实嘛，你。哎。
全部走了，就感觉他心那个什么呀，这个不说了，该来的还会来的嘛。小叶的话也可以，他之前可能要去当按摩女什么的吧，跟着一个长发男学按摩。你知道那长发男是谁吗？不知道。天哪，应该可能还是好朋友嘛。等一下你们去干嘛？等一下就随便逛逛，然后就回去。可能要下雨了。对。那你现在是住一起了还是没住一起啊？没住一起。没住一起啊？你怎么不住在一起啊？现在还早呢。还早，没几天呢。那边两边房租都没到期呢。就太快的爱情的话，也不会太长久的，要慢慢来嘛。他们有的谈一年、两年、三年、五年。对。这个慢慢来嘛，不急，找一个合适的嘛。现在离婚率也很高，你知道吗？他们那些有的是就是家里面相亲，然后没待几天，一年两年就离婚了，就生了孩子啊什么的，哎，就说性格不合嘛，就性格一方面，还有要挣钱，没有钱的话也很难维持生活的。之前你不记得了吗？之前你流浪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很穷，就是说你手里有点钱，买吃的，买喝喝，过得挺开心的。你说觉得我说的对不对？对啊。等一下你们就是，你们去逛逛吧，我就不跟着了，老是跟着也不好，毕竟那个两人的空间不需要第三者，我当个电灯泡，我觉得也不好意思的。你说钓鱼的话，我就过来看看，我感觉钓鱼太麻烦了，感觉都不适合我。我想我很麻烦，那个线还得缠来缠去的，还得等着，好慢啊感觉。你觉得下次你还要不要过来钓鱼啊？等我技术娴熟一点吧，娴熟一点我再过来钓鱼。钓鱼也好，我觉得反正我不太适合。娱乐娱乐心情嘛。他们那为什么还有很多人在这钓鱼啊？我看他们很多团里探班的骑个电动车都去钓鱼那些。这种就是一种休闲的方式嘛。就休闲是吧？不是说钓多少鱼，就是来玩的是吧？是呀。我们有些人专门钓鱼还放了呢。就是说找点事情做是吧？嗯。就陶冶情操什么的，下次我们再过来吧，有时间我们再过来，来看看书啊，听听音乐什么的。这个下面，这个下面有人睡，有流浪汉睡在下面的。这下面。你相信吗？你不相信吗？真的，小玉之前住过这里。你不相信吧？因为他。你不相信？下面没有睡觉的地方。有，这下面有，因为他之前睡过这里的，还有那边还有个桥洞，他们也住在那里的。确实，因为我流浪的时候没有想到这种地方。因为他住的地方怎么样？以前住的时候，就是海景房，标准的海景房。这叫海景房吗？这不是海景房。河景房。嗯。河景房。对。还有水流的声音呢。夏天这样也挺凉快的。很凉快的。如果你没钱的话就可以住在这里了，没事的我可以来找你玩玩。这个地方就算了，我感觉在一个公园待待挺好的。你看这边还有地，种种地，旁边钓钓鱼，看看书，还有水流声音，挺好的。哎，你看我的花呀，又不你种了。你下次给他送个玫瑰花嘛，这种花太寒酸了，发了工资该买个好的。马上就要发工资了。你发多少钱？大概一周吧，一周应该有。一天一百块吗？一天一百五。一天一百五啊，花的不少啊。还行吧。男的现在戏多一点是吧？对的。行行，你拍戏这么久的话，辛不辛苦？挣钱嘛，哪还有辛苦不辛苦啊？不辛苦哪来钱？反正比厂里面是好多了。厂里面是很累的，在这里的话，拍戏的话就是走大街什么的，主要喜不喜欢这一行。哎，反正也好挣钱吧，对小玉好一点，小玉是一个好女孩。怎么了？你说呀，你怎么不高兴啊？说她好还不行吗？这个这是那个
是。这是个戒指。屁的戒指，你见过这个样的戒指吗？这钥匙圈呢、啊，都是戒指。那还有那么还有大圈的，那种算什么？大圈。对啊。可能是不适合我们戴的戒指。这现在这天儿不下了是吧？对，我们去那边逛逛吧。对呀、啊。吃个饭，也马上到晚上了。你去哪里逛？那边逛。商场啊，那边逛。好，商场啊。去步行街逛逛吧。嗯。嗯。步行街有好多好吃的。嗯。有很多好吃的呀，又喜欢吃，你可以先试验香肠呀、啊、那些什么的。他喜欢吃火锅，直接去火锅店就行了。火锅店贵吧？对，火锅店可以。现在热火功夫、麻辣烫的也可以。十几块钱、20块钱就可以搞定了，那便宜。现在我们可以去户外做饭嘛？上次我们不是弄过吗？就便宜。